来一刀，哎呀，戳，再来，再来，一刀，想恶心人是吧？让我砍一刀，我不打 boss 了，我去砍你。来了，靠，是丹丹哥。快走吧，别打我这 boss 啊，不然我敲你了，全体了，我敲你了，走吧，走不走？走下，谢谢。来一刀，哎呀，差点。呀，大仙一刀戳啊！我在这等他半天，他还是来了。哇，战天宿醉一刀戳！我在这等一个人，一刀八刀，哇，有点厉害的，果然来人了。哇，我要的来了，戳，八刀，一刀。一刀，等一个缘分，一刀，好，八刀死了，戳，好，捡起来，捡起来，捡起来，要回城，好，加下血，然后我们再回去，这 boss 我就留一个诱惑着他们，战天宿醉，来了一刀戳。捡装备回城，加血，然后再来。人，一刀，一刀，戳，戳，捡起，捡，一刀戳死，回家。还是霸刀还是疼的呀？死了个什么？流光法带芒山，这个不要紧。毒醉戳，呀，弄错了。第三层再来，八刀，一刀，两刀，回家。哇，这些人打的是真的疼。来，毒醉。芒山战靴，战盔，一刀戳，一刀，走呀！来了，一刀戳，戳，好掉了。想杀我没门，再来一刀，一刀，好死了，战天入罪，一刀戳，戳，好死，再来一刀，死了，哇，我的红名了，红名要不要改呢？不要改了，红名想不想杀？一刀戳死了，给你个机会，血量残了也要来，戳，加一下血量，你血量还没有好，终于好了，再来第三层，战天宿醉戳，一刀。两刀，三刀，回城，先回城，捡掉什么东西无所谓，但是不要死啊，还是把这个消一下，用了四个才消掉，恢复，戳呀，一刀死，原地复活，
拔刀，戳，捡一下这个东西啊，来，再来，一刀，拔刀东西掉了是吗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死亡掉了个浮云装碎片两个，蒙山没有了，就死了两次，那还可以啊。来了，一刀，哇！本次的目标在提示，好吧，拔刀，又死了，妈的，等一个人，不应该再看邮件了。圣贤战镯，又掉了一个这个战镯，我操！来呀，一刀，戳，掉了，爆了一个魂装碎片。它还是肉的呀！一刀，利刀，再来！一刀，一刀戳，来，一刀死，先回去啊！血量加满，再来！这雷电劈的，好痛啊！找一个镯子穿上，14转的镯子有吗？好像没有了，等16转吧。一刀戳，哇，又被打死了。捡东西，一刀，神魔天魔神甲，那个应该很一般。又被戳死了，这两个人夹击是真的疼。再来，给你们机会杀死我。星光法带这个无所谓。哎，捡了一个，他们也掉了一个挺好的装备。哎，平衡了，现在心里不难受了。来人了，戳！呀，拔刀，一刀，戳！拔刀来了，一刀。我的天，可以啊！呀，戳，不错不错，再来，戳，我靠，又死了，这血量回不上来啊！我操，掉了盲山倒带，啊，这游戏真的垃圾，1v2真的很难做到。来呀，一刀！来，戳！捡一下这东西啊，掉了个盲山道靴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。消一下名字，戳一刀！我靠，这一刀死的，那个法师，哎呀，法师在我血量就掉了一大堆。好，再来，已经打完了，一刀戳，捡一下装备，掉落流光道靴，我没有敢捡装备，我怕死了，我还是担心自己太菜了，来一刀戳，加血啊，再来。来，一刀，怎么我要死了？我这里回声碎片掉了三个，哎，凭什么呀？他一刀打我打那么痛，回城，战马筏。一刀戳，哇，两个人都死，两个人同时死，那么厉害的，哇，两个人同时死，第一次见到，这戳，暴击那么牛的，来，
毒箭，一刀，人呢？这是要走位啊，走走位，这波双杀是爽了，哇，舒服，出了一口恶气。这些人有问题，现在上线了，这个吸血还要站尼玛，还有这波人开始杀我们的人了，刚好在运标的时候，有点意思，疯了吧？又把一到十一层的 BOSS 打完，结果没有出，哈哈哈。他还是想打那个三倍经验的那个东西，来，蒙土忠诚，竟然敢杀我们的人，一次性半年，一刀，好戳，好杀死了，清华什么东西？入会申请有一个，谁呀？哦，站一刀，行啊，来肖虎明，他应该还会来吧？站尼玛，半年音色，好死，你再硬一下，霸天佑，拜拜，半年音色，好死了，哎呀，一丝血吗？你们压个车是真不容易，愤怒的葡萄，一次性半年，戳，大哥一刀，好舒服，幸运值，杀人被诅咒了，无所谓，哇，又来，戳。一刀，两刀，战天罪，一刀戳，死喽！呀，红明老王图香不香？战寡妇，哎，八刀，死了，捡装备，毒罪，戳，还有人吗？你们也来这杀人？你们配吗？外卖小哥，你是谁家的？好像是我们家的。霸天佑，你好呀！战天足碎，一刀砍死。八刀来了呀，戳！哇，走得好快呀！哇，小姐姐你好，西西小公主。哇，舒服，来出来，出来砍我一刀行不行？霸天佑你好呀，戳！呀，还追不上！哎呀，他不会在这儿用回真石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又来！战尼玛，哇，都红明了！还有人吗？不是喜欢杀吗？人呢？我明天我要让他们加一个运标的都不行，所有运标的双倍的时间，我就守在这儿。一刀，戳，啊死了，舒服，一刀，两，再来，不是很牛，啊霸天佑，霸天佑在哪儿？啊在这儿，一刀，拜拜，哎他又来了，在上面，八刀，戳。这是机会撑，不错不错。哎呀，可惜就是杀不了我啊！气不气？波妞被放倒，被霸道放倒，掉了个传世神甲，那么厉害的，波妞还是太菜了一点。哇，这波很难受，应该是在压标这儿。点个烟，假掉了，慢慢来吧，大兄弟。哈哈哈哈，应该肯定是阿叶在玩，拜拜。我就要让他家其他所有人没有办法玩，让他家就剩两个人，看他怎么搞。你还玩游戏呢你？双倍压标已经结束，嘿，战天的罪，来死了，好，捡一下，又回城，我不行呀，他这个八刀的伤害是真的可以，半年一次，一刀，舒服，这突过去的一刀，太爽了。刚才有没有捡到什么好东西？不知道。洋洋，战尼玛，洋洋你好，戳，还有人吗？啊，战天毒醉，来呀，小朋友，
来，你看，哇，这个人劈我是真的痛，哇，这个人劈我是真的痛，哇塞，一刀戳，又死了，好，又是残血，掉了个什么黄什么不知道，来看一下，这个小朋友，装备，哎呀，看来是这个东西掉了呀，其他呢没有掉，波妞又过去了。来，再战，拔刀，戳，他死了，但是我这儿没有血，我就不收他这个东西了。龙图忠诚，重新过来，一刀，两刀，一刀半年硬一次，这人还是有点硬的，戳，可惜这血量回的是贼慢，车轮战还是受不了呀。赶紧把这个转身弄上去，我要把这个基础防御弄好，再来一个这个护甲，快点呀！来，蒙土忠诚，一刀，洋洋，你来，你来，剪下，霸刀，霸刀人呢？战天独醉，来一刀戳，戳，没有死。再来，有本事出来！来，战天独醉，戳，好死了，捡东西啊！再来，人呢？被我杀那么多次，舒不舒服？哎，还半年硬刺，来，一刀死，捡下这个东西啊！战尼玛戳，啊没有死，差一点，可惜了。写下名字啊，人呢？人呢？再来啊！你的传世神甲神剑还没有掉呢，我这儿却未死一次，只要在这里我能自动回城，即便我瘫一下其实也没有问题。你再来，你再来，再出来一步。给予雷池一步不？哦，不来了，戳！别走，还遛狗，想遛狗来了，这家伙。主要是我刚刚那一下没有戳到，他是横着走的。啊？这家伙，哇，跑得真远！哎呀，哇，戳！又戳到，去了25万战力，哈哈，波妞好惨啊！这个确实是很金贵的东西，就怂了吗？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收获，呀，没什么收获，这次很一般。